Waiting for someone.怎么一进来就说我不正经啊？我可正经了，我正义凛然，好吗？Hello，Hello，辛苦啦，辛苦啦。今天稍微播一会儿，因为马上1点钟了。啊，声音轻吗？我怕隔壁睡觉了。Hello，Hello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我在一个难民营，我在避难所、难民营。没有，我室友睡觉了，所以过来直播。谢谢燕窝的大闪，在谁的房间？你们猜，猜猜。谢谢燕窝的闪子，谢谢。谢谢，哎呦，没人爱的鸡块嗓的小熊，好久没有见到小熊了，你怎么又没人爱了呢？这个怎么可以写进 ID 呢？谢谢是鱼腥宝宝，不是大概重，谢谢大概重要的鱼腥宝宝的权杖，好神奇，你这 ID 取的，是今天发生了什么不一样的事情是吗？谢谢一个老好人，今天推加，以明天推静静的玫瑰花。你们这一个个 ID 都很神奇啊，都很神奇啊，真的很有东西，你知道吗？脑子很好用，像我这种真的，哎，脑子不好用的，没有形容词。今天玩得很开心，哎呀，今天开心的，今天超级开心。而且就是有点太忙了，一整场公演，我真的是又是工具人，然后又就是临时又上了一个 unit 嘛，我就有2个 unit，然后就来不及。主要我到现在我刚想发微博，好家伙，我看看就只有那几张就是临时拍的那个照片。然后啊，我跟你们控诉。我再也不会找李心妍给我拍照了，她给我拍了15、20张，没有一张我觉得好看的。我控诉，真的，她的拍照技术跟青青有的一拼。对，不止2个、3个吧，有一个串场串了2回，绕2回串场串那个夜蝶。我真的，哎，你们知道，其实。那段就是空白，我换衣服出来那一段，也算是就是，哎，就是其实还是出来晚了，大家换衣服都来不及，太赶了，旗袍上来的时候待了5秒钟，哎呀哎呀，今天这造型居然不能随便拍都好看，那说明他的摄影技术真的是绝绝子，你知道。第一名和倒数第一名都是非常厉害的人，我好性感是吧？我曾经跟你们讲过，鹿儿是什么人？鹿儿是有绝美腰臀比的人，你们又不相信，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只能委屈我这次给大家，没有，当我没说。对啊，我怎么会穿这种衣服？我也觉得，我怎么会穿这种衣服？我怎么会穿这种衣服？我怎么会穿这种衣服？我也觉得，我为什么会穿这种衣服？你知道那件衣服还剪吊牌了呢。我本来想这次周年用完，我想退掉，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然后我就把它留下了。什么信了信了？我勉强让你们信了是吗？以后不信的，哎呀。哎呀，就跟我说啥，你们说啊，确实，哎，那我就没有办法怼你们了，是吗？看来我怼怼的功力有所退步，我需要更上一层楼。
你们现在已经抓住我的命脉，开始跟我搞事情。哎西，今日限定不做。好吧。所以我上次直播才说我的瓜路就此终止了，终止了，对吧？确实吧，很吓人吧？就真的，性感瓜，瓜还有性感的，性感瓜。好家伙，我去学到了一个新名词，原来瓜还有性感瓜。那 Soso 算性感瓜吗？因为我觉得他很性感。我之前买那个就是这个设计的衣服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件 Soso 同款。呜呼！谢谢姐姐的夜蝶，悄悄的今晚来到这里。呜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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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也飞不出啊！谢谢 EROS6 的奶茶，谢谢奶茶。后面是谁的衣服？后面是我也不知道谁的衣服。我在难民营，这个房间暂时没有人睡，今天晚上，然后我就过来了，算是，对，算是个难民营吧，因为我室友睡觉了，我室友今天不是握手嘛，回来就睡觉了。待会儿还练习室吗？我要去的，我明天换站位，明天换站位，所以要去。什么？身为老师的我，为什么晚上会去小树林抓人啊？难道还有别的什么想法吗？谢谢奥利神韵的夜蝶，呼呼呼呼，呼呼呼呼，谢谢姐姐的奶茶，呼呼呼呼。对，明天，而且我明天白天还要去老师那边，我们有之前的作业，明天要去跟老师，就是进行下一步的沟通，就很早，他让我九点半来着到他那边。对，我明天一大早要去，然后我就下午不跟车，我直接去剧场，然后晚上公演，然后最可怕的一点是在于我明天会占位。是的，我是去小树林打手电筒，就是去小树林发现我的，找我的小可爱，说不定小树林，说不定嘉义在小树林呢，是吧？那怎么说的准呢？谁知道他去小树林干什么呢？谢谢隐隐清梦的夜蝶，菲菲，菲菲。本来，哎，我跟你们讲一下这个故事吧。其实这个故事是这样的，原本啊，就是在我们今天，对，找小二、小三、小四，找我这些小可爱们，就是是这样子的，就在我们今天进行最终轮彩排，我们的节目被砍了，你们能看出来吗？就是别的节目都是前面有小品，然后后面可以加对话什么的，我们的节目是没有小品和对话的，能看出来吗？能看出来，对吧？对吧？是被砍了的，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小品，精彩到我们的那个就是 staff 觉得不能播，然后就把它给砍了，说你们不可以有这个小品，你们这个小品算了吧。他让我们斟酌一下词句，他说有很多词句都有问题，那我们觉得既然很多词句都有问题，那就算了吧。他的意思是说尽量让我们就不要，对，就是不能播。本来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宏大的世界观，它和菲菲的节目，就是我们七七的节目，还有一定的串联。本身呢，它其实不是一个普通的带货直播，其实真正的师生恋是我和王菲妍，然后呢，那三个小朋友是我的新欢，懂吗？就是因为和他之间的感情竟遭受了一些破裂或者是一些变故，然后我就开始成为了一个
海王，一个渣男，也不是吧？就是我，我不海，我也不渣，就是我对这三个小朋友产生的兴趣而已，懂吗？你们能看到这三个人，什么？没想到我们四个居然有这样的想法。我来跟你们再讲一遍，你们有看到那三个人的照片，照片下面是有日期时间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个日期不是日期，就是有那个就是以前、现在和未来这样的意思。这个意思呢，就是我的旧爱、新欢和我想要得到的人。我不是 BT， 胜似 BT。而且本来我们的设计当中是有针管啊这些东西的存在的，我要给他们注射的针是类似于像乖乖针一样的东西，就是我需要他们成为我的猎物，成为我的囊中之物。 You get？ 然后因为这个针管也不是很好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去掉了。乖乖针，那是啊。然后斯大夫说本来吧你们有设计一点儿就算了，结果我们还要在言语当中说出来，那说出来你要跟老师表白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呢？我们整个剧情是这样，就是我呢把佳怡已经把它放在那个框里，我把它锁住了，它其实是一个病娇，就是不是说我主动把它，当然也是我主动把它锁住的，但是并不完全是我主动的，懂吗？它，这是一段双向的感情，然后它其实是自愿成为我的囊中之物，成为我的玩弄之物的一个人。然后对，它不是受害者 ，no， 它不全是受害者，它可能一点点受害者吧，其实更多受害者是我啦。我被他玩弄，他是个病娇。然后呢，其实小五的角色是喜欢我的，小五是真的喜欢老师的一个人。然后其实，为什么你们的问号的点在哪里？我觉得很正常啊，这个剧情。然后小五其实是真的喜欢老师的，他的那个玫瑰花其实是想要送给老师的玫瑰花。懂吗？就是他是真真正正的，就是很正经的想要在喜欢老师。哎，他不是一个风纪委员嘛，他这个想法已经埋藏在心里很久了。他觉得，就是挺不好意思，但是呢，打破自己的常规，想要来表白，就是这样一个故事。那其实，小鱼他是一个过去式，就是他曾经经历过和我之间的争斗。对，就是这样，虽然简单的一个剧情，但是因为没有话就变得更加简单了，没有言语的一台戏就变得更加简单了，对吧？你们有听到那个叫什么，之前前面 PV 里面讲的说不乖的小孩是要受到惩罚的哦，那句话就是浴室的后面的 unit，对我来说，他们就是如果谁反抗我，谁就是不乖的小孩，我就会给他打乖乖针，就是这样。怎么还喜欢不乖啊？选择在我面前不乖是吗？哎呦，我还没有看到弹幕版的耶，我有点想看，很好奇。我当时我真的太慌。我感觉其实，但是我一上台就是没有以前慌了，觉得还挺好的，就是整个下来都挺好的。老师给你打针啊，老师没有那个叫什么医师资格执照，给你打针，鼓起来一个包一个球，懵了，是没有看懂剧情，还是被我的装扮懵了。对，今晚抠声和弹幕，今晚抠声很给力，弹幕我还没有看到。但是当时 staff 会在后台，就是他也会开一个直播嘛，就作为我们的参考。然后有看到飞过无数条的弹幕，然后我还看到了有弹幕说潘老师注意身体，给我笑坏了。
我身体硬朗着呢，没有任何问题，好吗？我可是会喝红参的人，问题不大啊。潘老师年轻着呢，刚成年啊。20年后这么虚，20年后帕金森啦。其实那个大衣呀，限制了我的活动，你懂吗？其实我是一个帕金森，然后没有人能看出来我的腿正在发抖，我的整个人都在颤抖当中，颤颤巍巍的走上台，这一点看不出来，节制一点。没有，我从来不海，我也不渣，我只是想给漂亮妹妹一个家。You know？ 20年了，身材保持那么好，大家不都是吗？大家都是绝人、绝绝子。20年，我们宝刀未老。我的腿不是黑丝吗？是啊，然后那个裙子就是那个大衣会比较长嘛。哥哥的 CPB 也憋不住呀，憋不住呀，太高兴，太好笑了，不是高兴，是好笑，太好笑了。彩排的时候这一个也真的是笑喷，戳在我的笑点上，我真的太好笑了。旗袍是私服吗？这件旗袍不是，我今天带了2件旗袍，我的私服过去，都不太合适。然后后来就是我自己试在，就是在这儿试，我觉得还可以，但是在那儿穿，我觉得不太好看。然后后来那个阿姨给我找出来了一件，我觉得那个旗袍超级漂亮，就是那种上海滩美女的那种感觉。吃东西嘛，我刚下来的时候，李现问我吃不吃，我说你给我随便点一点，不知道他点了没。我发现自己好像真的挺适合旗袍的，是吧？很适合，嗯，看来以后可以多穿这种，可以穿旗袍去拍一套写真，惊艳全场，是，哇哦，这么厉害吗？怪不好意思的，怪让人害羞的。你们就夸就够了，不要再往后面讲我们公演后半部分的东西。旗袍写真，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我出场的几次都惊艳全场，哎呦，天哪！哇哦，谢谢随风飘逸的夜蝶，呜呼 ，fly fly fly。看来我注定是个铁花。我的瓜路就此终止了，怎么办呀？我好想还再挣扎一下。那个我还没看，后面那个夜行的黑猫，我是，你们是能看懂剧情的吗？我也想跟你们讲一讲。钻小树林的潘老师就是每天晚上蹲守小树林，因为我想要让我们插高的学生同学之间的距离都搞得清楚一点。对，就是换了只猫，哎，能看懂就对了，就是换了只猫的一个剧情。这个剧情我们下午大概3-4点的时候说要，就是有这个 unit， 然后我们仨就蹲在那儿，然后开始哎不不不不不不碰撞出来火花，就像那种头脑风暴一样，然后三个人风暴出来。震惊于七七能塞进去，他真的太绝了。你知道我想到什么？柯南有一集，就是杀人手法，不是杀人，藏尸，就是藏在那个地方。是喜新厌旧，你们没有看错，没错，怎么地了？就是这样，就是喜新厌旧，怎么地了？那你们不觉得我们七七出来的时候更让人芳心四溢吗？哎，也
也没有啦，就是我其实我当时想这个剧情，我后来就说其实是想让后面领养嘛，然后就是还是有一点赶了，其实后面有一段主歌是想让他在领养的地方唱，就是唱出自己内心的声音，就是说和你离开之后我就会心痛这种感觉，然后是想要呼吁大家千万不要遗弃小动物，就是你一旦想要养了一个小动物之后，你就要负责它的一生，其实我是想要表达这样子的观点，可惜排练时间太短了，我们有点没有表现出来，但是能看懂就好了，老师比较方心思意。哎呀，我有点翘尾巴啦，我的尾巴翘起来啦。每天都是我的心思。噗噗，噗噗噗噗，报名重新上学，可以啊。你先去趟泰国吧。老师让转校生给揍了。哦，对，还有这个事情啊，其实我最后你有没有看到我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就起来了，我不就是不是起来结束，是我其实起来是有表情的，我起来了之后其实这一切都尽在我的掌控，其实我应该是微微一笑，哈哈，你们这些小屁孩依旧斗不过我，可是那个时候就结束了，按灯了，想说那就这样结束吧，也挺好的，是吧，也挺好的，没看到再去补一遍，不，没拍到，没拍到我的表情，谢谢谢谢。有个朋友想去上学怎么报名，先去趟泰国，把你的那个人称给改了，我们女校只收女孩子，只收嘤嘤怪，只收萌妹，只收小二小三小四这种，小五看着真像个小孩，是他长短脸嘛，脸短都比较像小孩，其实就比我小一点点，但是人家看起来就很小，而我都是老师了，我都可以跟他演师生恋了，多惨。谢谢土拨鼠的奶茶，在洗衣房直播吗？这是一个难民营，就是一旦我们队的人有没有不能直播的情况，大家就会来这里。青青呢？他说他是小男生。青青那是我兄弟，那能一样吗？青青那真的是我兄弟。哎呀，看来鹿儿的叫什么班级也在指日可待了，就该要创一创了，不然我这些学生啊，就真的是容易就是带坏你们。你们要是在外面找了一个什么不正经的老师来学习，那我罪过可就大了。要是我不收你们的话，对吧？啊，啥呀？青青妹妹说她是男孩子来的，是啊，我们是兄弟嘛。我也说自己是男孩子来的，你们同意吗？你们又不同意。青青跟口口一两个的得分真的配，什么得分啊？我还没看他们的 unit 呢，他们排练的时候我正在头脑风暴，然后他们表演的时候我正在换衣服，因为换衣服要串场。撞号了，什么叫撞号了？我不是，对呀，我不是。谢谢 Liquid 的奶茶。怎么现在全是我们队直播？因为我们队刚刚结束公演，大家都是敬业的肖像，所以大家直播。那旗袍男孩子谁不喜欢？哎呀，好家伙，青青比我娘多了，青青的小腰扭的，是吧？我还没看我的旗袍跳的怎么样，我不知道我的换跳的怎么样。我的换想要给大家一种哎高冷哎呦美丽的形象，不知道有没有做到。我那个叫什么，我今天其实后来想换头发，但是我把头发拆了之后发现我头发太短了，就是如果放下来做就是穿旗袍的话有点太短了，然
然后就还是就一整场都是这个发型，要是能换换发型，估计还能更美丽一点。而且我来不及去戴耳环、戴饰品什么的，就真太来不及了。我感觉我这一整场公演都在，就是工具人，你知道吗？就有点像是我很久以前初中去那种什么新年晚会那种，什么做个主持人，然后再表演几个节目，然后就是那种我妈在下面，那个时候不初中嘛，妈妈会陪着小朋友一起，我妈就拉着个行李箱，然后我一下来就也不管有没有人，就给我挡一下，然后就开始换衣服，就有那种感觉，那种错觉。今天就是最棒，那不是今天好吗？那 Team X 天天都是最棒的。光戴个眼镜，那个眼镜是富贵的。哦，对，眼镜我好像还没还给他。那眼镜是富贵的，因为我觉得那个眼镜很好看，就被我给搂过来了。耳环看不到，我也觉得。对，今天晚上还有一场公演，而且今天白天还要去处理一下学校的事儿。高中妈妈还陪吗？不啊，其实我初中我妈也不陪我，就只有那种什么，就是小时候喜欢去参加这种活动嘛，然后妈妈就会说，那你麻烦的话，她就陪我，重大情况才会有。我可是没有妈妈爱的孩子。好吧，她今天看我们公演了，结束的时候，我妈给我发了个消息，我妈说，终于结束啦，回去好好休息。然后在这之前，他还问了我一句："你的部分结束了吗？"10点多钟的时候，他可能看完我的《暴风雨之夜》，他也没有发表任何意见，可能他没看懂吧？不是没看懂，就是他觉得说了也没用，他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妈的接受度比较高吧，才会生出接受度这么高的小孩儿，是吧？我妈没有觉得很奇怪，我妈觉得挺好的，挺好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再过6个小时要去加班了，你还没到家，你们居然这么慢？妈妈喜欢野的吗？哦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今天整场公演下来，听到大家的评价之后，我就有一个想法，就是，原来哥哥姐姐们喜欢野的，那我装什么呀？是吧？你们有看过类似这样子的那个剪辑吗？我看过 B 站的那个剪辑，就是说，原来姐姐喜欢野的，那我装什么，对吧？对啊，我看过呀，看过很奇怪吗？很奇怪吗？路言路语开始了。哎呀，哦，今天的 cos 好有文化，好贴切哦，就是那种非常非常用心的那种 cos，就是完全就是根据我的状态来写的，真不错。对对对，碰巧碰巧碰巧，不会有人不喜欢野的。那我问你们，人家说，可爱，性感在可爱面前不值一提，对吧？还是可爱在性感面前不值一提？你们挑一个，可爱在性感面前不值一提，还是性感在可爱面前不值一提？挑一个，然后告诉我说，成年人都要，没有都要这种事情的，太贪心了，贪心的人是要下地狱的，知道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只能选一个性感的可爱小鹿，是我就好，风格不重要。哎，我也觉得其实这俩不冲突。哎呀，我跟你们讲，后来你知道为什么我会，就是我后面都控制不住自己。哎呀，真的太感动了，有点又感动。又委屈，哎呀，心情五味杂陈，就是刚开始是被戳到了泪点儿，然后哭着哭着感觉，哎呀，天呐，那种感觉就是，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我的语言非常的匮乏，然后呢，又因为最近排练真的是太。
就是有点太连轴转了，我就觉得又有点委屈，又觉得说，我终于结束了那种感觉，然后又是，反正哎，不知道怎么讲我的，谢谢一点点晚风的大闪，谢谢董大师的大闪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今天握手的时候，击掌的时候我都想哭，而且，哎呀，就是击掌这件事情也让我觉得，因为不是很长时间不击掌嘛，就恢复击掌才没几场，就击掌这件事情也让我觉得很特别，因为这个东西是只有这里才有的，那种感觉。今天破防太多，是啊，我看驴哭的那个表情也太搞笑了，还好我转过去哭，聪明，我不喜欢表情包。我是有表情包的人吗？我才不是有表情包的人。对，口译太好笑了，都憋到最后了，看到我哭，哎呀，而且会互相感染，我一哭，我旁边人都哭了。我有表情包吗？我才没有呢，我可没有表情包。表情包是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。我的表情管理老漂亮了。说着自己心虚，那个表情包大赛，你们不是有人参加吗？前几天一直排练都没有跟你们讲这个事儿，我看到你们说参加了，那个是干嘛的呀？那个就是什么？没有发黑表情包，我收敛点儿，怎么？哼，挑衅我，发起攻击啊？给你点面子啊？你收敛点啊！这话说的挑衅我，我可不是收敛的人。发起攻击，只发起母鸡斗鸡大赛。看到你们用来做头像的那种吗？我看到你们用来做头像的那种，就是大受震撼，非常受震撼，大受震撼，大大受震撼。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扒我的底裤？我觉得我以后可能需要买一些就是粘在身上的底裤。不然容易被你们扒了 我从来不缺表情包，真的假的？你们这表情包也是分很多种类的。如果这样说，那我从来不缺的应该是可爱的、好用的表情包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是吧？刚进来怎么开始扒底裤了？又不是现在开始扒底裤，你们天天在扒我底裤。哎，我的应援服好看吗？给你们看，没有脖子，我觉得很好看，所以我跟大家炫耀炫耀，嘿嘿嘿嘿嘿嘿嘿。后面是宇航员。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自己心里的浪漫。跟我一起感受来自鹿儿的浪漫主义，好看好看，记得支持哦。黑的好看，白的也好看，还有一个灰蓝灰蓝的颜色也好看。买不起，那快去搬砖，一天就能买得起了，快去搬砖吧，明天就去搬砖，知道吗？那个，现在1:31，你们一会儿什么4点钟去应聘一个，去应聘做个啥，做个啥，做个啥，倒垃圾的，环卫工人，城市清洁工，你们一天下来就有钱了呀，就可以买了呀，对吧？明天看公演，哦吼，哦吼。
我的站位还不会，没有，其实是以前跳过的站位，就是，首演的时候的站位，但是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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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跳过了，我回去再复习一下。谢谢燕窝的生日礼物，深柱哦，深柱没有，嗯，直接无了，我没有收到消息哦，是因为我没有收到消息，我还去看了一眼，我还想说我是不是要写贺卡，我还问了阿姨，问了管这个的 staff， 对，今天没有深柱环节，而且今天没有叫什么。叫什么贺卡，没有 MC， 确定点的是今天吗？应该也会放到明天再来一次吧，会吗？对，可能延后了。对啊，我也想说特殊公演应该没有吧，可能是明天，会记得写的，给你们写一封致加西亚的信，貌似是今天了，对，是今天了，没错，1:33了，我累了，我觉得我的脑子越来越跟不上自己了。羡慕啥呀？羡慕也就点一个呗，给你们写写贺卡。之前还有人说我写贺卡像家书，你们知不知道家书值千金，家书不是值千金，家书抵万金，懂不懂这句话？家书抵万金，要等人其他排练吗？不是，自己排练，自己排，积分涨价了，点不起的，这么贵吗？好好搬砖呀，搬砖，人活着怎么可以不搬砖呢？人活着怎么可以不好好赚钱呢？对吧？写情书，情书是什么？哦，元気ですか？为什么别人是家书？怎么你们要求是高呀？一会儿家书，一会儿情书，我爱写什么写什么，你管得着吗？你点了我就爱写什么写什么，懂不懂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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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骂自己没有啊？你看我都不骂，可以不写吗？可以呀、啊，你告诉我一声嘛，你给我发个翻牌，说你的生日卡片只要生日快乐，或者说我不要生日卡片，那我给你签个名儿，我就给你。你要是连我的名儿都不想要，那我就勉为其难送你个小贴纸，我就给你。嗯，当然可以不写呀，那我可快乐了，是吧？我就把这些话藏起来，然后在小角落里画个圈圈诅咒你。知道吗？麻烦贴张纸，多写一张纸，这个要求有点复杂，买不起纸。可以要一篇8000字的论文吗？好，乘以8000。哎，你们太贪心，知道吗？这是另外的价钱，懂不懂？这叫什么？这叫一码归一码，感情归感情，金钱归金钱，对吧？生柱，我想要给你们的贺卡是我想要写的，可是问题是，算了，不说了，我又说了，你们懂就好。什么？缺一个字退货？哼哼，退呗。我爱写什么写什么，知不知道？拽姐就是这样的。她老师说什么，你们知不知道听老师的话？就是要听妈妈的话，是不是？你们是不是妈宝？
听妈妈的话，是不是？听老师的话，知道吗？谢谢鸡块嗓的气球小熊。人呐，不能觉得自己没人爱，知道吗？人要觉得自己身边都是爱，自己爱自己就是最重要的爱。那老师太 BT 了，那老师也是挑人的，那也得你被老师看中了，我才会对你 BT。谢谢雨欣宝宝的奶茶，你看我的小二、小三、小四，长得又漂亮，性格又好，他们几个真的不错。哎，我跟你们讲个很好笑的事情。小五和小鱼这两个人哦，真的是笑死我了。每一次他们俩只要开始跳舞，只要开始跳舞，不管是跳舞，我们排剧情也好，就是各种类似于这样的事情，就涉及到业务上的事情。好家伙，两个人就跟下一秒就要绝交一样，你知道吗？那两个人说话啊，就是冲的一个不行。我第一次我吓死了，然后我看向佳怡，佳怡说：“哦，没关系的，他们就是这样的。”我都习惯了，就觉得这俩小屁孩火气挺大，俩小屁孩挺小学生啊，真的，就是那种小学鸡互啄，你们理解吗？真的绝了，两个人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说话，就是，不是，哎呀这样，哎呀你会不会啊？哎呀，前辈在这边爆料后辈。哎呦，小鹿的小鸡块，谢谢小鹿的小鸡块的气球小熊，这才像样嘛！不打一架都不行那种，对，就是下一秒就绝交了，就是而且不是普通绝交，还能哄哄的那种，他们是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状态，那种说话语气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哇！我第一次我吓死了。然后他跟我说，他都就佳怡说他都习惯了。然后我问佳怡说，他们平时感情好吗？佳怡说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但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两个 就很搞笑。就一旦涉及到两个人需要输出观点的时候，两个人就吵得跟……哎呀，我也不知道。小朋友之间可能就是这样相处的吧，真的很搞笑。排练的时候，你突然来一出这样的，我真的觉得特别好笑。我觉得他们仨性格都挺好的，有的时候会有点，就是有的时候会就是有脾气上来，但是像我这种人，柔情似水的人，我就会给他把火给灭灭。我是属于这种，人家觉得就因为排练会比较累嘛，然后有的时候就觉得啊，这个不是这样，然后我说啊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灭灭火，灭灭火，这还挺好的。别人生气，我阴阳怪气，那我不是阴阳怪气，那啥玩意儿？我在跟他们分享排那个《变态之歌》的故事。我才不阴阳怪气好吗？我多么正直、善良、勇敢、向上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今天才知道李欣和我是大学同学，那你的情报网太差了。是啊，我说的很对啊，我说的确实很对，确实，全宇宙找不出第二块的石头，这个石头比金刚石还要硬。因为一旦你敲到它的时候，你就会，那我饿死吧？是外卖到了吗？好饿，有吃的吗？你也不给我发微信，我怎么知道到了？我现在大几了？你猜？又猜猜？我播吧？为什么？这么想看我直播吗？感受到你的爱了，好吧？别下，好，不下。不下，我大二呀，大二，求我了，求我，哼，
这不像你会干出来的事儿，好吗？全是你一个人，你吃吧吃吧吃吧，我还没跟我的，还没跟大家唠完呢，大家还喜欢看我直播呢。啊？什么？对呀，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大几，哈哈哈，了不起吧，哈哈哈，真了不起，哈哈哈哈。谢谢爱和永生不变的巧克力，给什么钱啊？我又没吃，我为什么要给钱啊？给钱你就让，什么？给钱我就让你爱我？怎么？我什么玩意儿？哦，弹幕啊，弹幕说爱你，说弹幕说爱你你就信啊？你太好骗了。太好骗了。为什么问号啊？什么？不是啊，他，我现在已经对一级号产生了一种恐惧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要获得信任之后，他说的话才算数，懂吗？我是这个意思。你们说你们爱我，我当然信啊。太吓人了，上次歧视你们一级号，那是我还歧视十二级的号呢，我还歧视十二级的号呢，嗯，那倒也不是，如果你，哎，我那天握手会的时候就有人。报 ID 说你可能不认识我，不不不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只要是在我直播间里出现过很多次的人，我都会有印象。可能来握手会我会对不上脸，这个你们就不要为难我了。我真的，你们得多来我才能记得，真的，我真的我这个人认脸真的需要过程，懂吗？就是多来我就记得了，懂不懂？但是名字这个东西我真的超级超级快记起来。就可能你给我，你让我报全 ID， 比如说什么不想飞的小飞侠，我可能只能报出来小飞侠，但是呢，那个我会知道你是在我直播间里面经常出现的人。多少级不歧视，你在我这儿卡到十二级我就不歧视，懂不懂？就是在我这儿从一级变成十二级，哇，那太棒了。要改 ID， 那你改一个好听的、好念的。你这 ID 也太长了。我这下雨了吗？好像下了，我感觉有听到雨声。潜水看直播，但我知道是七子啊。你们经常给我发弹幕的，我都会记得。这个世界居然有人会说我和李心燕 QQ 爱，我和他玩 QQ 飞车还差不多。我在哪里播？我在，你冲进了我的房间，不在我房间，他睡觉了。我在，这该怎么说？我在205。对，205205。小薰是单箭头，不是啊，小薰是属于让我招架不住的单箭头。对，我在洗衣间直播。你，他睡了吗？他睡了吗？不知道，反正我直接冲进去。尴尬，对不起，真的好尴尬。尴尬啊！他说问205在二楼，205在206隔壁，你知道了吗？可以在这儿吃。我是蠢货吗？你当我是蠢货吗？我弟啊！哇，这是什么？这咋还有回音？
这是我是其实是不是我的我也不知道，但我感觉应该没有人会消费在这个点。应该是我的吧，还没变。反正我感觉好像不是我的。啊？不是，这个牌子都不是点的那个吧？我点了另一家。哦，你换了一家店是吗？嗯。但他也没有名字啊，他也没有单子。给你拿着。完了，出大事了。把谁的外卖给吃了？我丢 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 OK， 他出去了，我相信他可以的。这个外卖上没有单子，也没有那个就是收货人的名字，也没有电话，就没有那个单子。而且他也没有店家的名字，他就是一个烧烤的一个保温的那个银色的那个东西。嗯，对，有可能是自己对的，我觉得应该是自己对的人。咋对的吗？是的吗？确实是的吗？啊，是你的，好，太好了。要真不是，真的笑死。好了，那吃起来，给他全部吃精光，等他回来就没有了。拿起来也不至于，发个红包嘛，道个歉嘛。你以为都像你们？我们都很大度的。那其实两边都拿错，有可能。我没有点那个东西啊，他怎么给我送了？什么东西？这里面有肉呀，我没点肉啊。鱿鱼你点了吗？我没点啊。但确实就是这个，他把别人送给我了。那是他送错了。嗯。而且我总感觉应该是有单子的，为什么就连单子都没有？我点了年糕那些。嗯，我也奇怪了，我想说你应该不会点那么多肉。嗯。我拿两串都是肉。嗯。什么什么，甚至还开几瓶酒，干杯欢庆。这个小偶像一直这么阴阳怪气吗？这不叫阴阳怪气，这个叫他给了我一块年糕，是不是因为他没有年糕，所以他拿了这些肉来抵啊？有可能。对，那你吃肉吧，反正我是吃年糕。我点了两串年糕，然后两串豆角，两串花菜，然后一堆菜，结果一个菜也没有，全是肉，只给了一个年糕。我估计是可能这个点对没有年糕了，还有很多东西可能都没有了，他就拿对就拿肉给你抵了。但是好吃呀，鱿鱼我喜欢。嗯，我赚了。嗯嗯，你刚直播了吗？播了，我还有10分钟，我说不到两点，播了几分钟我就嗯，我等等，我等啥？但我不吃啊，我不吃，等着你。想屁吃，你快点吧。我赚了，商家赔死了，可能是商家自己没有东西然后抵的。我们就10分钟了。嗯，因为1:50啦。不要那么傻，纯洁，这是什么形容词？你可以放下，你拎着多累呀。有道理。嗯。你只能看得清我，我还要吃啥？这是个啥呀？你不会点这种东西吧？这是面筋。面筋串，我点了。啊。哎，我还点了大面筋，可是大面筋一个都没有。嗯，这不像面筋，这像是一个什么肉？鸡皮是不是？嗯，不是鸡皮。这家很好吃是吧？还不错，挺好吃的。还有我们这排名第一。哇，这么厉害。嗯，所以我就点了。什么啊？陆军天天想屁吃，挺好的，吃屁可以长大。
不要恶心。看什么酒精计划？酒精计划是什么东西啊？大家一起喝酒，是吧？我觉得我很适合旗袍 ，nice， 绝绝子。早八人先晚安，晚安晚安。我咋不吃？我为什么要吃？我有烧烤吃，我为什么要小皮吃？来我直播间都是打问号越来越熟练是吗？就是教教你们怎么打问号，平时输入法都不会打问号吧？你以为人都跟你一样蠢吗？只有更蠢，没有最蠢。好好吃哦，先给你打钱。嗯，算了，等会儿打吧。嗯，嗯，好好吃哦。明天还想吃烧烤。哎，你说，我们吃人家的肉，万一是骑手不小心送错了，他会不会等等追上门来？那他送错了，我们管我管我要呢？人家管我们要，我们也拿不出来东西，我吐给他。所以我就觉得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屌，他真的给我送走，我点的玉米一串也没给我，他啥也没给我，我点的菜他啥也没给。你吃你要吃的。我不吃，这明明就是我亏了呀。嗯，因为不是你要吃的东西。不是，是钱上面亏了。啊，你点啥？我点特别多，点的特别菜，点土豆，而且玉米我都点了十串，小面也点了十串，你还点还点了两串大面，真的对，他给我拍了照片。店家的问题啊，我不知道啊，给你，然后那个，吃吧，找商家吧，要不，那我们吃也吃了，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，哎呀，不是全是我想吃的，我也想吃玉米，我也想吃大面筋，我也想吃年糕，我也想吃他点的那些东西，我都想吃，然后他讲了。你放里面吧，这样拿着不累吗？点两串花菜，点两串豆角，点两串土豆，听起来都是好吃的。哎呀，点了烤馒头，就是我的那个日常那些东西，点了两个黄金糕，我靠，我跟他我要跟他拼命，拼吧拼吧拼，我给你摇旗呐喊助威，气死我了。对啊，我觉得得有单子倒是真的，对吧？我觉得得有单子，啊，啥也没有。问问他，嗯，那有手机点的，美团点的，嗯，对，吃吧。但不过味道确实挺好的。嗯。他说会重新送过来的，如果问他们的话。哎，他排名第一，嗯，应该态度不错。要不问问？说我们也给人家吃光了，我们也不能给人家证明我们的东西是错的。人家说你错了，你为什么要吃呢？那饿了吗？那算了，那就吃吧，等会吃哑巴亏了。嗯，那就这样吧。吃到一半，发现不一样。对，其实我们现在拍也可以吧，我们就吃到一半发现，哎，这东西我们没点过呀。给大家展示一下，这叫攀聊的吃到一半，这是谨慎的谨慎的两串。确实亏了。给吃吧。感觉你会点很多。嗯。太亏了。吃完啦！我那天运动会哪里是不服输啊？我那天运动会明明是跟人家拼命。运动会太生气了。运动会有很多让人生气的事情。是啊。再见，兄弟，睡觉去。还有四分钟我就结束了。拜拜。我在思考，我去你那还是回去？晚安。
你觉得呢？哎，主要我那脖子没收拾出来，你没法睡呀、啊。嗯，好吧，你非得回去，好吧，明天洗澡呀，好吧，拜拜，拜拜。嗯，他不想和我，没错，是的，怕小潘被嫌弃了。谢谢风的大闪，吃完烧烤就睡，没吃几串，我吃几串，没吃几串，都是一摸摸一摸摸吃的，跟比塞牙缝塞牙缝都不够。我要吃，起码得吃个爽吧。对呀，明天继续吃烧烤。什么运动会？什么运动会有录播还是什么有录播？啊、哦，说我吃的有录播，那也没吃，那也没吃多少。多少串算爽？那你烤腰子它是2块钱一串，那你烤牛油它是1块钱小小串，那怎么算？起码得要这样，对吧？这样就算爽，对吧？起码得要这样握上去，掐。我胃舒服飘了没有？吃一点点，我除非晚上没有吃冰淇淋呢，多好。今天水水在车上还在怂恿大家要不要吃甜品呀，我忍住了诱惑没有点。什么老师哼哼唧唧，我哼哼唧唧，我现在在哼哼唧唧。你对哼哼唧唧的定义是什么？嗯，我的哼哼唧唧才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我的哼哼唧唧是这个样子的。嗯，我的哼哼唧唧，我的哼哼唧唧呢？我也不知道什么样子的，不会说话了。还有1分钟，谢谢小鹿的小鸡块的气球小熊，嘿嘿，没见过，不知道，那下次见识一下。什么时候真的我们喝点然后开直播，你们就能见识到了。哈哈哈。不敢看，哎呀，我被我粉丝嫌弃了。我不光要被小薰言，还要被你们言。没有，我又不是说直播的时候喝，我是说喝完了开。我喝点避开是苦。我不哭的，我哪里哭？我从来不哭。我拜拜，结束了，到点了。炸鸡我也想吃，你给我直升机送来吧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谢谢大家，6周年快乐！继续去看旗袍，我也要看。